好，2024最新的总统大选变局，就是驻美代表萧美琴是已经正式的返台，准备要来跟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金德搭档赖萧佩来参选。那其实萧美琴呢，一直来都是绿营最期待的副手人选。那么多次问到赖金德关于赖萧佩什么时候正式成军等等的相关疑问，赖金德其实也都没有正式对外证实，但也没有对外否认过。那其实民进党都是非常期待赖金德跟萧美琴的一个搭档参选。那么萧美琴其实在美国最后一项的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今年的 APEC 峰会的部分。那么其实他在结束 APEC 后之后，大家都认为说这是他的一个毕业的一个作品。那么结束之后，他其实就要来返台，来跟赖清德搭档参选。那么其实据了解，萧美琴是在昨天在这个6:41的时候，跟着 APEC 这个代表张忠谋一起返抵台湾的。那其实他回台的时候是相当的低调，那没有现场的任何摄影记者拍到萧美琴的身影。但据了解，其实萧美琴人就在班机上面，那也有乘客表示说是有看到萧美琴的。那么其实今天呢、上午的时候，萧美琴很有可能就会来到目前记者所在这边，就是外交部，来跟外交部长吴钊燮来进行述职，就是报告他在驻美代表任内的所有的工作的事项等等。那么其实根据了解啊，萧美琴有可能在上午左右的时候，10:00来到总统府这边，可能也会来跟蔡总统来报告相关的一个事情，也不排除会有宣布要来参选，跟总统报告说参选的事情。那么正式对外宣布参选是在下午3:00，将在民进党的这边赖清德进办，跟赖清德一起搭档亮相，赖萧佩也会正式的一个成军。那么对外宣布要来参选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那么萧美琴啊也会亲自来回答外界各项的疑问。那么其实包含这也是赖萧佩一个正式的一个对外亮相情况。那么今天下午的一个正式记者会结束之后，明天上午赖萧佩也就会来到中选这边来登记明年的一个总统大选的一个情形。那么萧美琴预计在26号就会来到花莲这边来进行他的第一场的辅选工作。那绿营都非常期待赖清德跟萧美琴可以形成一个双强母鸡的一个组合，包含萧美琴是有女性的一个特质，还有年轻，甚至也可以吸引鹰粉。他们绿营也希望说赖萧佩成军之后，可以帮赖清德的选情更加升温。以上有这些。